我大学毕业，我爸爸送我这台相机。你以后不要搞摄影了。圆圈，八圆圈，1960年代的相机，70年代的相机，贵州的家当铺里面找到的。二战前后，他们用这个当傻瓜相机。关景窗在这里，这台是1960年的。这样过来，声音很小。想要做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。我本来是个拍照的人，为什么会做摄影师？想知道20世纪初期这些摄影者跟摄影是怎样的关系，在做什么事情。全中国在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摄影杂志，纯粹好奇。我是有憧憬的，虽然它是印刷品，但是它有人的痕迹在上面。我想分享一点我当时那个发现的乐趣。你发现这些档案，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是这些乐趣让我可以持续把摄影史写下去。老上海的地图，当时人写的关于上海的书，也是拿来做参考的依据。Hydroquinone 一弄，我们现在还是用这个药水，没有变，100年来没有什么。